战神四终于是登陆这个 Steam 平台，然后用这个 Win 三掌机开这个中画质 720p 试玩一下。试玩过程中发现，这个1069驱动玩这个战神四开低画质可能出现怪物消失，所以说后面调出了中画质。贴图和模型感觉这个驱动是有比较大问题的，和那个同类型的设备比的话，这个贴图和画质是有很大的差距的。Win 三玩这个游戏进去可能需要点小技巧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看评论区，我会把这个优化设置放在网盘里面，应该是和我用一样的设置就能进了，之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进不去，也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问题。之后就是个正常试玩了，我打到没电也没发觉闪退啊，玩应该是能玩，就是有时候有点掉帧，然后贴图和画质上有点问题，可能一等后续驱动。因为据说是再过几天可能会发布一个很牛逼很牛逼的驱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一直不发，可能是配合这个独显发布吧，同时发布这个新版本的驱动，据说是开源了之后某些性能能提升20%以上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吹牛逼，反正拭目以待吧。这边会持续提供更多游戏试玩和优化系统改进了。战神四修复的话，我也会持续关注。如果问题解决的话，我可能会做视频或者直接把这个方案发在网盘里啊。这边可以关注我一下，动一动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后面就是一个正常试玩了。